探金泰熙结婚两年，育有一女，年初再传出怀二胎的好消息。平时忙于工作的 Rain 也不忘兼顾家庭，中秋节也特别拍摄串串门子和家人相聚。 Rain 中秋节当天在社群网站上抛出两张西装帅照，写下中秋节快乐，今天串门子休息。虽然并没有抛出和金泰熙的合照，但难得曝光近况也让粉丝相当开心，引起热烈讨论，相关新闻还登上韩网第一名。年初时夫妻俩宣布二胎消息，下下预产期也就快到了。虽然两人对孩子的隐私超保密，从未公开孩子真实样貌，但粉丝们依旧超期待新生命的到来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